心灵回收站，爱的港湾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。陈乔总觉得最近她老公乔盛怪怪的，这种怪跟她妹妹陈玲有关。陈乔和乔盛结婚三年了，两人吵吵闹闹了一年，后面两年倒安生了，相敬如宾的过着，不吵了也不闹了，两年间就没红过脸。大概是每对夫妻或多或少都有些外人不能理解的怪癖，陈乔和乔盛鲜少牵手，无论是出门还是自己在家看电视的时候，都保持着特定的距离。说实话，两人原先也不是这样的，刚结婚那会儿，两个人也跟一个人似的，天天腻在一起，舍不得分开。可后来这感情却慢慢变了，结婚不像谈恋爱，没那么多浪漫和自由，两个人结婚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的生活，慢慢也磨去了激情。两个人吵吵闹闹过后，发现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实在无趣，也就收敛了性子，过起安生日子来了。这日子是安生了，这感情却渐渐淡了。不过吧，不是有句话说，所有的爱情最终都会转变为亲情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这样过下去倒也不赖。陈巧如是想。当陈巧把中秋节要一起回娘家过节的消息告诉乔盛的时候，乔盛分外高兴，他拉着陈巧问东问西，咱带点什么礼物过去好？要在那边住一晚不？你们几姐妹都会过去吗？陈巧不明白他喜从何来，但还是一个一个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一家人吃团圆饭时，陈巧看见乔盛和自己的妹妹陈玲聊得很欢，他在自己面前都没想过那么多话，都没笑得那么开怀。明明是很和谐的家庭聚餐，是很正常的聊天，可陈巧觉得面前的这一幕分外刺眼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聊得那么开心。两人见在厨房帮忙的他走过来，忙住了嘴。乔盛回话，就聊一下找工作的事情，你也知道我们学的同一专业。陈巧没话说了，两个人都是学设计的，能聊到一起不奇怪，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发现乔盛总是盯着陈玲看，两个人偷偷在空中交换眼神，被他看见了好几次。几个人自然不是第一次同桌吃饭，可这种情况是第一次，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妹妹有多么诱人。陈玲刚大学毕业，长相出众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在学校便是风云人物，爱慕她的人可以排几条街，比样貌她这个姐姐都自认不如她。陈玲不仅样貌出众，在学校更是学霸般的存在，才华横溢，在大大小小的设计比赛中得过好多奖。因为一心扑在学习上，陈玲大学毕业了还没谈过一次恋爱，那思想单纯的跟一张白纸似的，这对乔盛来说可谓是致命的吸引。陈巧心中大敲警钟，吃饭的时候故意给乔盛夹菜，故意找他说话，想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可他失败了。因为吃饭的全程乔盛都心不在焉，饭局结束，两人回家的时候，陈巧故意在乔盛面前提起陈玲，小妹最近在找工作，你要看见合适的工作就给她介绍介绍。乔盛自是满口答应，我看你们今天聊得很欢，你以后也注意一下，那是我亲妹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情侣打情骂俏呢。我们就是随意聊了一下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别太敏感了。两个人的婚姻本就摇摇欲坠了，现在乔盛还这样，尽管他的眼神很坚定，可陈巧却并不相信。从大学到现在，陈巧和乔盛认识七年了，人家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，现在的状况让陈巧怀疑相识也有七年之痒。陈巧入大学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乔盛，他一个人提着硕大的行李箱来学校报名，结果不认识路，
在学校绕了一大圈也没找到。他在路上随便逮着一个人就问，请问新生报名处往哪个方向走？在路上被他逮到的这个人就是乔盛。乔盛看了陈巧一眼，自告奋勇对他说，离这里有点远，我带你去吧。为了表现他的绅士风度，还主动提过了陈巧的行李箱。陈巧当时那个高兴啊，就差直接喊乔盛哥了。然后乔盛就是提着陈巧的行李箱在学校又转了一圈。陈巧心上疑惑，还没到吗？我们都绕学校转了一圈了。乔盛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路我不大记得了，我也是今天新报名的新生。陈巧气得跺脚，你不知道还带我乱转。说完，陈巧就从乔盛手上抢过行李箱，自顾自地走了。也不知是不是孽缘，新生军训的时候，不少女生声称自己来大姨妈，陈巧也有样学样，和老师说自己痛经，不能做运动。那教官一听，也就准了他们在树荫下休息。乔盛远远地一看，陈巧竟然不用运动。自由休息的时候，他凑过去女生堆里问了一句，然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回到自个队伍以后，他也喊了一句，报告长官，我大姨妈来了，不能做运动。乔盛其实压根就没听懂陈巧说了啥，他只觉得大姨妈很厉害，还能帮自己躲过军训。他这话刚说出口，全场爆笑。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明所以，也跟着笑了。然后紧接着惩罚也就来了，教官脸上的笑意都不收一下，清了清嗓子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你给我去围着草场跑十圈。乔盛笑不出来了，他和陈巧这梁子也就这么结下了。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这第三回啊，陈巧和乔盛在食堂直接为了一个鸡腿给吵了起来。陈巧捧着自己打好的饭，正要去找位置就坐，乔盛风风火火地从外头冲进来，好巧不巧就撞到了刚打完饭的陈巧。陈巧的鸡腿被乔盛这么一撞，直接和大地妈妈来了个亲密接触。陈巧拉着乔盛陪鸡腿，可等队伍排到乔盛的时候，鸡腿早就没了。乔盛只好说，改天请陈巧吃饭以赔罪。两人就这么加了微信。本来水火不容的两人，在微信这么一聊，竟然还倍觉亲切。这再后来，两人你请我吃饭，我请你喝饮料，一来二去，你来我往，也就越来越熟了。大一下学期，乔盛在学校门口的奶茶店同陈巧告了白。乔盛是这样说的，你那么喜欢喝奶茶，做我女朋友吧，以后我天天给你买奶茶。陈巧一个没控制住，喷了乔盛一脸奶茶。最后也不知道陈巧是脑袋被门夹了，还是真心穷又喜欢喝奶茶，竟然答应了乔盛。两人就这样谈起了恋爱，一谈就谈了四年。毕业季别的情侣都分手了，偏生乔盛和陈巧走进了婚姻殿堂。那会儿陈巧以为自己和乔盛会一辈子这样好下去，但现在看来，老天爷貌似是和他开了个玩笑。陈巧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加班是家常便饭。当陈巧下班回家的时候，看见的便是乔盛坐在沙发上满面微笑地玩着手机的一幕。他玩得入神，连陈巧开门回家都没发现。陈巧心底生出一种危机感，连包都没顾得上放，他直接凑了过去。笑什么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乔盛被这话惊醒，才发现陈巧回来了。他习惯性把手机一藏，这不你快生日了，我在寻思给你买什么礼物呢。这话在陈巧这里没一点可信度。两个人结婚三年，无论是结婚纪念日还是生日，他每次送他的礼物都是一件双面呢大衣。陈巧对于生日礼物一点期待也没有，左右
不过就是一件大衣，撑死也就换个颜色。他本想抢过乔盛的手机，可想起网上写的那些因为手机被毁掉的婚姻爱情之后，又怯步了。如果乔盛是真的出轨了陈玲呢？又或他们两个人真的只是随意聊一聊呢？那他作为妻子，作为姐姐，又该如何自处？静待时机，确定之后再做打算，不是更好吗？何必要在一切不成熟的时候揭开这血淋淋的现实呢？陈巧将所有的沉思都藏入心底，伸手拥住乔盛，对着他笑容愉悦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虽然这话说出去连陈巧自己本人都不信，但有时候生活不就是需要一些谎言的吗？陈巧突然觉得心好累，她原本觉得这样相敬如宾不吵架的日子很好，可现在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。她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婚姻，明明她才是乔盛的妻子，可凭什么乔盛却对别的女人笑得那么灿烂，而且那个女人还是她的妹妹。那刺眼的一幕不断在她脑海中回放，她感觉自己被嫉妒折磨得快要疯了。她想要回到过去，那样和和美美的生活去，两个人腻在一起，虽然偶尔也拌嘴也吵架，可从来不会生分，没有隔阂。然而现在陈巧感觉自己与乔盛之间像是隔了无数条宽广的银河，她只能看着对面的乔盛干着急，她想跨越却无能为力。陈巧生日的前两天，乔盛约了陈玲见面，本来这早上都是乔盛送陈玲去上班的，哪知这日一大早乔盛就说自己有事情不能送陈巧了。这一大早能有什么事情？陈巧怎么能不怀疑？她多了个心眼，假装打的去公司，实则是拦了计程车等乔盛出门。乔盛一开车出来就跟了上去，结果就看见了乔盛和陈玲走在一起的画面。陈巧也是佩服自己，明明心上怒火中烧，想直接上去给那两人甩一巴掌，但又忍住了。两人啥也没干，后面要来个抵死否认，反而是陈巧的错。当面撞破讲究的就是个证据。其实陈巧不敢直接上去也是有原因的，她害怕，害怕是真的出轨，那她的婚姻就完全破碎了。她看着前面两人的影子，心中还抱有一丝侥幸。她知道这个可能性很小，可还是希望什么事都没有。可是接下来的一幕令她陷入了绝望。她躲在人群中，看见乔盛和陈玲走进了一家珠宝店，一切都浮出水面了。陈巧只觉得内心一阵悲凉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老公会和自己的妹妹在一起，和别的什么人都好，可为什么偏偏是她妹妹？有眼泪在眼圈打转，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她擦掉了眼泪，径自走进了珠宝店，走到了正在挑选戒指的两人面前，直接踹了乔盛一脚。乔盛，你他妈要不要脸？她是我妹妹呀！乔盛还没说话，一旁的陈琳喊道，姐，你误会了。乔盛莫名被踹，再一看是陈巧，面上满是疑惑，却没有丝毫惊慌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巧怒极反笑，我不来，难道任由你乱搞吗？陈巧气得想一巴掌甩过去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一旁的陈玲先行站出来解释了，姐，你误会了，姐夫是送我去公司面试，顺道过来给你买戒指的。陈玲一脸真诚，奈何陈巧不相信。妹妹，你当我三岁小孩那么好骗啊？在一起这么久，他送了我多少件大衣了，你问问。他会开窍想给我买戒指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整个店的柜台小姐都被这场面吓住了，
只一个人弱弱出声。先生，您的戒指已经包装好了。乔盛还未做出反应，陈巧先行抢过了销售小姐递过来的包装盒。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先回家再说。乔盛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哪里还顾得上陈玲，直接拉着陈巧就走。在珠宝店，陈巧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，这一出来反而弱了，一边走一边哭。说实话，其实他一点都不勇敢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他虚张声势而已。两人也顾不上上班了，向公司请了假，回家解决了这档子事儿再说。乔盛和陈巧分别坐在沙发的一头，离得远远的。陈巧先开了口，说吧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乔盛一脸懵懂，什么？什么开始？陈巧一听就来气，他都亲眼所见，他还不承认。我他妈是问你，什么时候和我妹搞到一起的？啊？乔盛一点畏惧神色也没有。陈玲不都说了吗？我们根本什么事也没有，好不好啊？乔盛，你骗鬼呢？这几天你和他聊的那个欢快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啊？吃饭那天你们俩就聊的那个开心样，你当我眼瞎呀？乔盛知道解释也没用了，直接打开手机调出聊天记录递给陈巧看。聊天记录全在这儿，你自己看。陈巧一看震惊了，原来还真是自己误会乔盛了，那聊天记录清清白白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言语中反而处处是对陈巧的喜爱和愧疚。这些年乔盛一直觉得自己亏欠了陈巧，陈巧瞥见了这样一段对话。你不是说结婚的时候没送啥好东西给我姐吗？那买戒指送她呀。你觉得你姐会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？姐夫，你明天不是要送我去一家公司面试吗？我记得那条路上好像有个珠宝店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看吧。陈巧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事的始末会是这样的，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冲乔盛发火了。你要给我买戒指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乔盛颇为委屈地看着陈巧。那不是想给你惊喜吗？送了你那么多年的大衣你都不喜欢。就算我喜欢大衣，你也犯不着每次都送吧。乔盛更委屈了。那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有钱了要年年都买最新款双面呢大衣吗？陈巧听完醉了，这一时他突然想起旧时的某些事情来。那是他和乔盛大二的时候，两个人外出没带伞，回来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两个人只好去商场避雨。经过一家服饰店，陈巧看见橱窗里模特身上的一件双面呢大衣，很是心动，可那价格实在太高了，对于还是学生的他们来说，过千的大衣就犹如天价，两个人负担不起，只能是可望不可及。陈巧就放言，等以后我有钱了，每年都要买一件这样的大衣。乔盛那个时候的回答听起来很敷衍。好好好，等你有钱了一年买一件，现在先去吃东西吧。陈巧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当时的无心之言乔盛会接到现在。陈巧从盒子里取出那个戒指戴上，凑到乔盛面前满面讨好。老公，我戴这个戒指好不好看？好看极了。陈巧看着乔盛由衷地感到幸福，她想和这样的乔盛在一起以后应该都会很幸福吧。这个故事令我快乐。真的，婚姻中生活中我们可能面对的误会太多了，有些人很可能因为一次误会错过了一个很爱自己的人，像陈巧这样的
产生误会，最终却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的，终究只是少数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一根筋的，女人在暗示些什么，他们全然不懂，非得亲口说出来，他们才能明白。男人与女人的脑回路是不一样的，但凡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说得明明白白，他们才能懂。就像吵架的时候，你有时候也希望他不用你说，就可以懂你的情绪，可他就是不懂。有时候或许还说要你别闹了，这种时候怎么办？直接离婚吗？或许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小题大做。他体贴你，关心你，努力在给你最好的，这些都是值得你肯定的地方。偶尔不合你意，偶尔看不穿你的心思，完全没有必要刻意放大。男人都是很有保护欲的，尤其是爱你的时候，你撅个嘴撒个娇就解决了所有问题。婚姻中最忌猜忌，但凡遇到点什么事儿，直接沟通怎么也比自己瞎想来得强，你说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